这串手链，我还以为是你要送给哪个小姑娘的。此为北海定情珠所做，本是只有情断之时才能摘下，如今你我姻缘再续，他总算又回到你手上了。一月，你去看看师母他们在聊什么吧。哎呀，你说你师父一个老顽童，会不会在成婚的时候整蛊我俩呀？说不定哦。那我还真得去看看，等着我啊。去吧。最后一场的时间都没有吗？师兄，您吓死我了！徒儿，是音乐，我到底还能陪你多久？彭玲，音乐。师母跟月老公公选好日子了，就定在下个月。红玲，红玲，去哪儿了？红玲，怎么了？一月，我的红线，我的红线去哪儿了？什么红线？你手上戴着的不是只有手链吗？不是师母，我这一直有根红线，我现在怎么看不见了？啊，月老公公，一月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那个徒儿呢，说不定突然间有什么事儿，没来得及跟你说就走了。先前你用他半身龙骨和法力才能看到这些，如今他刚经历一战，法力不足，看不见也是正常，啊。你别紧张，你确定？哎呀，这丫头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我现在就去把那臭小子找回来，我去问问他，有天大的事儿也应跟一月姑娘说清楚呀！啊，看把一月姑娘气的。是啊，一月，也许童公子临时有事要忙，他师父都在这儿呢，跑不了。啊，嗯，好。反正只要有这根红线在，无论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躲不掉。对，那他跑不了。那，徒儿，你灵识不稳，等着，为师给你护法。师父，算了吧。三年前，您费心费力将我二人从鬼门关前救回来，功力已经大损，如今将眼彻底封印后，更是强弩之末。就算您现在为我护法，以我现在的法力，恐怕也只能从头再修炼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听师父的，现在立刻马上跟你回北海。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做完呢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火烧眉毛了。徒儿，李姑娘的我来解释，她对你是一往情深，肯定是能理解的啊。以她那个脾气，要是知道了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定要把那半身龙骨还给我了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抛出这条命，她也不会怕。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，他何时退过？您看，他知道我们是神仙的时候，根本不像他人那般小心谨慎。正因为他对天地之间的一切都一视同仁，
像他这样肆意潇洒的人，若是知道我要死了，定会做出傻事。沙陀，你听为师一句劝啊，我就不信李姑娘还能追到阎王殿去呀。别说是阎王殿了，只要他想，他就敢去。哎呀，天煞孤星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，所以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我只能先另想他法。你要干嘛？师父，你看，先不说别的，我这次牵的姻缘线算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吧。沙徒儿，你不会打算……我在人间百载，见过许多人，看过万家灯火，也见过战乱纷争。有时候就如你所说，长命无忧又有什么用？如此寂寥也是无趣。直到我遇上了你。你真是记吃不记打，你师母刚因为这个事揍过你。他也是担心才会如此，他越是担心，我越要证明给他看，我会成为天下第一女人，不嫁人一样能挣钱给他养老送终。一月，待我走后，希望你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天下第一女捕头。徒儿，你真的要对他使幽王情咒吗？你要知道，此咒无人能解。一旦用了，将会断情绝爱，你对他来说就彻彻底底是一个陌生人了。徒儿，你一定要想清楚啊。不对，我明明感觉到他来了。童灵，童灵，我知道你在，你出来。不管你遇上什么事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不要吓我。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携手解决不了的，你出来好不好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，吓死我了。就是突然有急事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处理好了吗？这次先原谅你。童灵，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有什么事都要提前说一声？别忘了，答应过我，要好好跟着李捕头，唯手施展的。好，
李捕头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换一个称呼，毕竟成了亲之后已经是我的相公了。好，娘子。时光匆匆，一去不回，追忆往事。月下独饮，醉眼朦胧，念当时。一笑千金，挥毫指烟波里，多情苦相思，丝丝缠绕心间，此情风月痴。这样的方式和你告别，等忘情症发作后，也就当你我相遇不过是南柯一梦。但梦醒后，就会忘掉我。大事未决，童灵啊，你身为修仙之士，怎么能为儿女情长所牵绊啊？所以。为师要罚你，罚你要好好跟着李捕快。疼啊！对不起，当牛做马，唯手是瞻，不得有任何二话。听懂了吗？北海三太子童小玲，听懂了。后半生你不想成婚就不成，若是遇上喜欢的人，就去把他抢过来，高高兴兴的。永远都是那个热情又开朗的女捕头。头领，你混蛋！匆匆，一去不回，追忆往事。月下独饮，醉眼朦胧，念当时。一笑千金，挥毫指烟波里，多情苦相思，丝丝缠绕心间，此情风月痴。谁的落寞一点点填满光阴蹉跎，又